乡村振兴，村通出彩，县通便利，片通成景，面通吉祥，既能展现描绘新时代客步富春山居图。广交涉看，三湖融合精准帮扶全面上街村脱贫蜕变，已列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公示名单。美丽乡村，创想从塑梅竹生态同上市之年，爱省人工东植路年核头，将根塑胶葡萄。 整体延伸二十二公里，江南江北双板块。中考变化，二零二三年起，外租中考将有新变化。二证二二坦率同二八等声音炒作投资。全体外租堪比直线。见证下段绿色发展。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外租新闻联播，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上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海南省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抓手，精心描绘新时代黑东富春山居图。如今，当地美丽乡村建设呈现出你追我赶、竞相发展的良好态势，正从一处美向全面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型升级。 人客正系百花争艳嘅景象，即位显然是先别一趟马良河景观带，以河两岸呢樱花灿烂花田，经常参访。微风吹过，花瓣飘落，簌簌而异，见面无比浪漫嘅遐想，同幸福美好嘅游乐体验。那些鲜花，啊，那个乔木啊，如几座桥都好漂亮，的过山过树的。<laughs> 嗯，挺好的。呃，走一下的话，心情挺好，然后这里空气也很清新的。哇、哦，以前这里很荒凉的，我们都不来这里玩的。现在就大家都是这里早晚都很多人在这里散步了，就这样啊。马良河景观带是新宾一塘两镇五村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部分。道路两旁是石果三亚七群，附近还有排卵味、九从福等景点。 一条公路穿起诶乡村文化、红色文化、客家文化同生态休闲旅游文化，不仅装们美美乡村，更带旺带富诶乡村。两镇五村，反正整片打造了。那现在明显的就我们那个外地的游客就多了很多，有一一半以上的客，有一半左右的客户应该都是从外地过来就。在初步构成了，在我们叶塘呢，就有的吃，有的住。 有的看，有的玩，也让老百姓看到了点发展的希望。早晨雾意腾沙，黄昏斜刀醉人，夜晚繁星流淌，一片苍翠，风雨翠绿满面丹红，日时日白，也就是现代人民的生命之苦，夹心水苦。 二河旁边，一个以荔枝为主题，涉休闲娱乐、生态体验、健康养生、红色教育一体的励志公园，正是为市民突破高油休闲图书的两峰打卡地。那个是工人啊，跟到说分证哦，太高调了，都说分高薪。现在都聊到目前，主要我是好，老百姓得福，如休闲的地方，如观赏的地方。 新年美丽乡村的建设，呃，让我们的河水的生态更加优秀，让我们的乡村更加美丽，呃，还有让我们的百姓的生活更加宜居，呃，让百姓切切实实在这次的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呢，呃，得到了实惠，增强了幸福感和获得感。 从良天夹水两镇八村新农村连片示范，到新兵鸭塘两镇五村乡村振兴示范片，从三马镇六村连通，再到刁坊内壁新溪三镇十一村乡村振兴示范片项目。近年来，黔南市全力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扎实推进美丽乡村改善，通过先整治、后提升、以点带面、示范带动，全面推进的方式。 建设描绘新时代的下都富春山居图，全面完成了两千四百二十九个自然村的三千三百三层次，全市建设了一千三百七十九座农村公厕，投入资金均过亿元，八一八零五个新农村示范村建设成为美丽基村，乡村振兴呈现村风出彩、乡通美丽、片风神韵、面风大气的新景象。 围绕今年中央一号文提出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目标，西兰市正谋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打造生态经济发展新标杆。真正确保我们的环境从干净整洁上生态美丽以及迈进，从村庄点上出彩上商村全面扩展，从一时米。 上石石米转变，从绿水青山上金山银山转变。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当日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将对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进行表彰。对佢帮扶冇引起穷人症，今后还系引领三个相对贫困村的光伏集团。第二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公示名单。 广西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石油工业企业。截至二零二零年底，该集团共投入资金物资超一千万元，三村一百四十户、三百五十二名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出列，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 从南山六水间的平坦村头，走进穷人镇万台村，青翠甘大的海流滋润着希望的田野。一栋栋美丽的房的错落有致，路灯、绿梯、公园、广场、清水葡萄，新野新天贫困村贴变成美丽农村。脱贫户城之后，正同家人开养鸭、梯里做等视，九年间，佮口顶种植养鸭、幼惠、养牛等脱贫，加多山入越做越大。 种啊，俗话成块一一一嘅，咁咁嘅咗积极打好产业帮扶组合拳，就坚持种养并重，扶持贫困人口发展种植烤烟、金油和养牛，这就是确实带动了贫困人口实现了一个产业增收。地方嘅嗰个扶贫资金啊，都用过四处，将同落给贫困户买皮料、种烟的皮料啊，果树嘅皮料啊。 佢诶、呃，农药啊，佢佮烤烟肯定善良啊，跟上时啊，全部都准成实。佢村子就系一老一少。同为广州集团帮扶的金桥，银亮村也系一派群群相拥，村容村貌同村民风貌焕然一新。今朝二十多年了，村东湖台边吧，佢帮扶单位装修得很好，人家唔都同农,农民也教，还要跳广场舞。 那村民咧就喺大桂山嚟扶贫，扶贫好嘅。佢 <music> 介绍，拆迁五年的时间里，广友集团创立动感引领嘅新型产业扶贫融合精准扶贫模式，通过系列输血加造血、扶贫加扶智加扶志的方式，积极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因地制宜，积极研讨产业布局发展，大力扶持当地考研及优素政策。 三村形成的总出人口七百五十万，总出要素八点七万块的规模。此外，经济略创广府天蚕，促进三村实体经济数量人均超过十万人，投资五亿元，王老吉、泰康等企业，妻子年收入服务集体超过每收入进二点一人，精神投升，带动超入六百官员，带动相关重要中策收入发展超过一万亩。 真正大超绳广药集团百济禾扶贫队强化帮扶长效机制建设。来自广药集团的三位救人巧扶贫干部，七二三个村亲善亲自，肩肩入入，认真落实帮扶措施，成为当地群众的自信人。就下座，省委副书记王利主持召开省创文指挥部工作部调单位联会议。 王庆利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取得成效，并指出呢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短板。佢强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要上抓上线、上推上后，不断健全完善工作长效机制，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拓展。各级各部门要做强思想主心骨，对标对标抓紧抓好建立批有效的城市管理建设机制。 俄罗斯工作重点，以创建工作为契机，创立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建立高质量的材料管理体系，严查严格管理，重视重视作要文明创建工作，树立品牌意识，创新机制抓创建，更加睇培训力度，通过创新内通走出去方式，进一步补齐短板，提高全市创建工作水平。 二要发统筹协调，发挥新闻名品牵头抓总作用，同各观点指引单位作用，推动实市创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我严肃追责问责，鼓励担当作为，坚持负面清单同正向激励两手抓，切实增强工作主动性同自觉性。外省热讲两岸流水相映，花木成荫，陈树市民喜欢每日都要赶到市面海嘅跑步锻炼身体。 先前上书世界下都，重塑买主嘅生态同上市之味。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今日将对沿江东西路的人行道改善塑胶铺头，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品质。 提升改造项目从东山大桥至梅竹大桥，江南片区沿河道，全长约四点五公里，宽二点八米，总投资约四百多万人。喺梅江区呢两日有人熟听《绵绵山实诗之一，也系市委市政府的惠民工程。三月五号动工，七月五号之前完工。结合长寿之乡和那个美满那个相关的元素啊，可能会融合进这个跑道建设里面去。 呃，然后尽量打造成那个最美的城市跑道。据了解，相关部门将拆建设塑胶跑道的几处巷，分期建设沿河斑马跑道，整体行程二十二公里江南江北顺环线，打造最美亲水、最有文化韵味的斑马跑近，给市民游客带来更多温暖同幸福。比较有反应嘛，啊，这个跑道 提整个跑道呃建设完工后，可以给市民提供一个呃更好的跑步环境，呃，然后呢，可以提升整个城市品位。记者从教本部发布的《梅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了解到，2023年开始，梅州中考将要多项新变化。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二零二幺年三月五号。编发二：今年提前启动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实施依然从二零二零年十月一号开始实施。六科计分科目采用“三加六”模式，即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道德与法治、物理、历史、化学、地理、生物，满分为八百三十分。 值得注意系，数字介二名英语探索考试同理科生实验操作考试，分别占三十分同概科总分的百分之十。语文、美术、信息技术等三科，在本单元基分科目，分合格同不合格两个等级。编发二，面，提前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注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同社会实践等五五方面。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将作为学生毕业升学的重要参考同意据。变化三，改革招生录取模式。录取是建议各批次考生填报嘅志愿，考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等级是达到一定的基本条件及资格条件。 在睇到基本条件的考生中，再按成绩优先、平衡志愿的原则，只能录取。变化是加强考试招生管理，完善名额分配招生办法，优质高中招生名额按比例合理分配到初中学校，面上优质高中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比例不大于百分之五十，名额分配适当向初中农村倾斜，取消国家规定以外的所有加分项目。 丁盛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俊强主持召开市委政法委会务会议。陈俊强要求，全市政法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中央纪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强力推进政治建检，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相腐，而且面从严管党治警，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 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同作风问题，让群众在反腐破严中增强获得感。我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扎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纪律作风持续好转，对唔现实真上台阶。说话咗，我重视呢两年，唔变身边检工作可以一动一言行。 二十名验证唔请人，完成系内科、外科、视力、身高、体重等检查。据了解，今年唔便正式以大学毕业生同大学参考生为主。全四二零二一人春季征兵唔便苗乡报名四百二十八人，全国征兵苗苗乡审核通过二十八人，双参体检二十人。体检环节结束后，还将进行唔便正式综合成绩考评，最终按体检结果同综合成绩录取。 梅州军分区司令人汤江云到场检查指导征兵工作。当前森林防火形势严峻，2月二2号，福建省浦城镇浦北村村民张某柱不遵守政府禁令，燃柴防火期焚烧香蕉之前燃放鞭炮，引发森林火灾。 好丰顺县公安局依法对张某柱采取拘留深夜行政处罚。经商处，太平洋人民医院检验诊疗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进一步提升该院急性心脑血管治疗救治水平。该中心将开展冠状通脉超氧术等检验技术，填补太平洋检验诊疗技术空白。春暖花开，外山外水，路旁一片片橙红色的泡桐花格外喜庆。 沿途路边、下坡旁、上头处，随处可见包装未少陈水、屡屡陈串，只剩一片暖意浓浓嘅花海。一下来看一下。